歡迎咁多位下載付款嘅聽眾朋友繼續留低喺度啊！咁啊，依然有阿呂法全師傅喺度啦。大家好。好啦，嗱，電話旁邊咧就揾嚟另一位嘅法科師傅嘅，早排先認識佢嘅啫，就係歐法俊師傅。歐師傅你好。哎，你好啊 ，Emma。係啊，呂師傅。Hello，Hello。係啦。咁啊，今晚咧點解揾翻阿歐師傅出嚟傾偈咧？因為咧日前其實有聽眾朋友咧就喺 Facebook 啦 inbox 上我就有兩張相啊。嗱呢度呢度喺邊度嚟啊？師傅你講下。其实是哪里来的？这里是鹅颈桥来的。鹅颈桥打小英的地方啊 ,OK? 隔离后一点。那为什么找欧师傅呢？原来是你 po 了上一个网站啦，这样啦。是跟着那个人可能转载了给我，那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是你摆了上去啦。那我想问你，咦，什么来的呢？我问了很多人，问了泰国嘅專科啦，印尼專科啦，都唔知係乜嘢嚟。其實而家我都仲係疑惑緊嘅呢件事，因為真係都我都未見過呢件事，因為係屋企人俾我嘅，啱啱就係喺26號星期日晏晝3點至4點，其實晏晝應該可能都好多聽眾有行灣仔銅鑼灣嘅，係。有可能都會見到呢件事咯，因為佢為數我聽翻係有30人嘅喎。哇！都唔少人嘅喎，30人啊！是啊，全部都穿晒佢嗰啲佢哋嗰啲服装，然后係扮到好靚㗎。佢哋係好似做緊啲嘢咁樣㗎。係咪我哋而家见到张相后面嗰啲姐姐背住嗰啲姐姐。係啦。咁有啲嗰啲女人呢，佢哋係会有化妆嘅。係。佢哋係畫埋塊面呢，畫緊啲好似酥咁樣㗎。畫酥添啊，哦 ,ok。係啊，好似畫緊啲男人咁樣。咁然后前面擺咗几日老虎啦，都有啲製品啦，咁佢就唔知拜緊啲乜嘢，因為聽翻，因為我都唔係我親歷其境睇緊啦，因為都係俾我咁樣，咁佢哋係抱緊一個 BB 咁樣去做緊一樣。個 BB 係堅係真 BB 嚟㗎？係好似60-70年代嗰啲塑膠公仔咧，即係會眨眼嗰啲最肉酸嗰只。哇！好詭異喎，成件事聽你咁講。係啊，佢然後見到你哋一影相咧，佢哋又個頭又嗡埋，因為佢圍緊圈啊嘛，嗡埋即係唔想你影啊，唔知喺度搞緊乜嘢咁樣咯。但係點解要光天化日喺咁多人經過的地方做呢件事咧？咁奇怪咧，嗬？完全是匪夷所思，同埋如果你话真系姐姐，我都谂紧，喂，佢哋做完呢件事之后，佢哋依扎咁嘅道具究竟都会收埋去边，我都唔知道。喂，仲要如果我屋企嗰个姐姐参与呢啲咁嘅行为咧，我即刻炒咗佢噶啦，分好惊，好惊啊，大佬啊，系咪先？我点知道带咗咩翻嚟噶？会唔会啊？因为嗰日咧系好多人唔敢行埋去嘅，系咪啊？系啊，系即系褪后咗，唔敢围埋去睇咯。咁然後因為我屋企人有埋去影，然後亦都有啲人行埋影相咁樣先會影咗出嚟啊嘛。好似第一次見，真係未見過。未見過。即係你話佢之前聽翻你話係咪17、18號佢哋印尼人話當係新年啊咁樣？即係你嗱，如果你話譬如我哋中國人咁講啦，歲收咁其實都會冇嘅，即係你諗住係食鬼噶嘛，舞師都會食鬼噶嘛，冇錯。咁即係我當係同一個原理，當係驅邪去食啲唔好嘅嘢，都唔排除。但係佢而家係26號喎，係星期日嚟嘅喎，係係啊。就是这样了，明白啦。咁我哋知道多啲啦吓，因为系你屋企人经过咁啊，见到即系做一啲咁嘅嘢啦，系咪？系啊，抱住个 B B， 即系嗰个塑胶 B B 咁，然后成班围住，唔知喺度念紧啲乜嘢啦，咁啊成班喺度搞，已经搞咗一段时间噶。咁你唔系短时间，知唔知系印佣啊？菲佣啊，应该唔会菲佣啦吓。一定唔系菲佣啦，系印，应该系印佣嚟。系咪泰佣？有冇人泰佣咧？泰容定系郑容咧？冇泰容噶咯喎，郑容啲咁靓女，郑容咁靓女，唔系可能郑容俾人讲，郑容唔会着咁多布噶，着郑容系冇错，佢应该系印容嚟嘅，印容我嘅，香港都冇泰容啦，而家都系嘅，好啦，嗱，师傅。我就即刻咧揾咗位相關有啲資料嘅人士啦，去解答一下。好啊。咁不如咁啦，多謝你電話先，我哋一齊聽佢點講，好嘛？好啊。好，我哋下次再傾。OK， 好，拜拜。好啦，呢一位朋友係我哋印尼之針嚟噶，印尼係啊，印尼針。李小姐，Hello，李小姐。
系 Edmund， 系啊，仲有女发传师傅啊，你好，喂，点啊？你好好啊，你即刻帮我咧就飞云过去问你真人系咪？嗯，系啊，系点啊？我初初见到地下祭品咧系泰国嘅嘢，我以为泰国咁啊，都好啊，声声想睇有冇人知啦。系，佢哋就问咗好多工人，反而老工人知道咩嚟？诶，系咩嚟咧？佢哋话即系嗰啲老工人，仲要系佢妈妈年代咧，就系话爱嚟解一啲高级钢头嘅发饰。哦，哇！解高級鋼頭添啊，係啦，即係揾雲好多師傅都解唔到噶啦，因為你一種鋼會有啲好古怪嘅病，你永遠都醫唔好嘅。係，咁咧就愛嚟醫呢啲病嘅，但係點樣咧就真係請鬼。咁佢嗰啲服裝啦，同埋嗰啲獅子老虎頭咧，係愛嚟表演俾鬼睇嘅。咁嗰啲製品都係請鬼食嘅。咦？咪即係神功戲我哋七月嗰啲類似係咁樣啊？類似啦，佢哋咪每年一次，而家呢個時候咪印尼新年嘅。嚇！咁佢哋會翻去解佢哋呢啲疑難咯，因為佢哋都落人降頭或者被落嘅，都成日都會咁噶，家常便飯嚟噶。嗯，啊，總有啲揾到啲高級嘅降頭師，咁佢解唔到降，佢就要翻鄉下解，佢就要揾呢啲人。呢啲咧就係喺印尼收費都幾貴嘅。哦，又因為要請最好你要請成村人出嚟，即係你嗰條村嘅成村人出嚟一齊跳舞，扮到鬼五馬六咁。哦，其實咧有啲地方都係咁樣嘅，即係佢哋要嚇翻啲鬼走啊，所以咧佢哋要畫大花面係咁嘅原因嘅。佢唔係嚇鬼喎，調翻轉喎，佢係表演俾啲鬼睇，請啲遊魂野鬼去幫佢解降，幫佢辦事，即係越多鬼越好咁樣嘅意思。明白啦，即如果不是问到一些比较即上一年纪那些呢，就不会知道原来即有些风俗是这样的。是的，他讲了三个地方，你知不知道？哪里？在哪里？第一个爪哇啦已经是出名的，爪哇最多这些的了。第二个呢就是拜登。拜登。是的，第三个叫做舍朗。他们是这样拼的。他说你现在他们呢黑名单这三个族的工人都 不敢请，除非请不到，如果不是多数都不要。哦，是啊，即是问他即是家乡在哪里这样。是问得很清楚的。如果不是呢，哇，你真的很请不到人的时候，哎，我逼着要请，我求其请过做到中。即中途你会好留意佢咯，所以哦，所以问清楚，唔系净系话嚟自德城啊请噶啦嘛，系啦，冇错，系exactly 你喺边度，大佬咁样，哦，好鬼惊。同埋咧，佢有问翻我，即系我嘅亲戚就话，系咪你如果系你啲朋友请咗个工人，如果咁啱就去呢啲地方跳呢啲舞咧，你就要好小心，即系睇清楚佢。真系啊，系啊，睇我上次咪有提过，有冇收埋啲针啊，收埋你啲毛发啊，系啦，就系呢啲工人有机会咯。嗱，所以头先一有人影相，阿师傅咪话嘅，即刻唔俾人影啊，正常啊，遮面啊咁样，可能真系惊俾老细见到嘛，大佬。梗系啦，如果你跟你个女应用姐姐去到吓，你喺度跳舞，咁咪知你有啲嘢啦。系啊系啊，所以呢啲真系要特别小心。喂，但我觉得咁样，你既然咁唔俾得人知，又点解要喺鹅颈桥底下做咧？你唔可以搵个深山做，嗰度多鬼啊嘛。吓，嗰度打小人成条街，你谂下几多嘢烧？其实有阴阳姐姐系有阴阳眼噶，你有冇听过啊？咁又唔出奇嘅，我谂每个族人都有啲人会特别会见到多啲嘅。即系嚟香港打工嗰啲啊？吓，你认识噶？我好耐之前识过一个，不过而家佢翻咗乡下。系点样？系啊，即系佢知嘅，佢因为见惯咗，咁佢知道咧，成日个细路都系照顾 B B 嘛，到个 B B 识讲嘢，成日都有哎呀姐姐乖，姐姐乖咁样。咁爸爸妈妈就梗系唔信噶啦。系啊，咁我哋有时会倾下偈，咦佢屋企有好多鬼噶，咁样讲开先知，咦点解你会知啊？哦，我见到咯咁啊。哦。哇！咁吓鬼死啦，真系。佢又唔惊啊！佢多咗人哋帮手添，因为佢可以煮嘢食，叫佢一齐食，咁就俾咗个好处佢，咁佢可以帮佢夹翻住个主人啦。你帮我夹住佢，会唔会随时炒我啊？咁样咯。哦，咁样啊，即系通风报信咁样啦。系啊，个鬼有嘢食会肯帮佢噶，有啲会。哦，咁有时都系啲好鬼嚟嘅。记唔记得我哋日前喺多伦多啊？有个听众啊，多伦多嘅听众啊，佢咪话咧，佢认识咗一个外籍人士 Chris 啦，佢咪识咗个台山籍嘅灵体阿伯咧，咪不停帮佢嘛，讲紧你系真系有呢咁嘅情况嘅，即系如果你大家系真系关系好嘅，系嘛，即系可以真系可能有机会当 friend 都唔出奇嘅呢啲嘢咁样。
OK， 咁啊，起碼你都解答咗我哋啦、啊、下次見到人喺呢啲咁嘅鬧市跳緊啲舞嘅時候咧，唔該你走快啲啊！我真係覺得。我諗香港可能冇黃色嗰啲椰子賣，即係因為印尼冇椰青，佢用椰青代替。係。同埋佢用七種顏色嘅花嘅，七種花啫。咁咪七色花，七個品種嘅花去招引咯，去佢哋係用咁樣咯。嗯、但係佢就係話佢見到張相蘭花，我哋印尼唔興嘅喎，好難揾嘅喎。係咁樣咯。所以就揾喺香港揾到嘅嘢咯，可能係佢係見到啲獅子老虎嗰啲，佢就話：咦，好熟喎、啊！咁似我媽舊時玩嗰啲嘢嘅咁樣，嗰、那個南方講。嗯嗯嗯。啊好啊，多谢你回应先。所以你是我哋嘅针啊，真系好重要啊！呢方面真系印尼嘢交俾你啊。好啦，好啦。多谢陈李小姐 ，thank you。嗯，拜拜。OK， 好，拜拜。其实呢啲即系传统落嚟嘅，我谂都系算系巫术啦，嗰啲咁嘅嘢啦，系嘛？法传，我觉得都有啲习俗嘅，有啲巫术啦，系嘛？即系牵涉咗可能一啲嘅民间又嘅传说啊，咁样系嘛？呢啲因为其实就算中式里边有啲俾鬼迷啊，或者俾鬼搞或者家神有事咧、嗯，其实都可能会落十字路口烧啲嘢做啲水饭噶嘛。咁你讲得啱喎，十字路口系最多呢啲嘢，所以有时你话撞嘢，嗱你落十字路口啦。是吧、嗯、即是他们最多放水饭啊烧啲衣纸啊都有人做的。是。喂但是讲到这些或者传统下来的巫术啊或者这些即是老一辈的东西啦、嗯、你有没有见过或者你有没有即是亲眼见过一些这样的做法呢在国内啊定是哪里即是这些古灵精怪的东西。其实周围都有古灵精怪的东西。嗯。不过有些我们看了都不知道他做什么。是吧你见有没有见过一些比较真的最奇怪的哦，其实你上次同我去到嗰个叫东岳庙嘅地方，你哋可能晏嚟啊。东岳庙喺晏昼当时东莞。哦，系、哦、我哋上嗰次东莞喎，有间庙做。当时其实佢晏昼系做紧嘢噶。哦，系咩？佢有当地嗰啲嗱，我哋叫文米婆啦。系。咁佢哋大陆咧就叫鬼婆。鬼婆。系啦，其实一样嘅啫，都系一啲通灵人士噶啦。系、哦、系。就帮人做紧啲法事嘅。嗯嗯。咁佢就攞住件道袍咧，就笠住个人，嗰、那个人就坐喺度嘅。系，跟住佢就揸住扎香猛唱猛唱，都应该系啲帮佢解一下啲唔好嘢啊、嗯、是非啊嗰啲咁嘅嘢。哦 ，OK， 即系呢啲系好噶啦，系嘛？基本上系好个方面，但系就唔系话唔好噶嘛，佢系帮你做翻啲好嘢，清咗啲唔好嘅。类似想揾件道袍，可能系帮佢挡住啲嘢咁咯。我谂佢个做法，哦， okay、因为佢唱嗰啲话我听唔到，即系比较少家乡式啲嘅呢啲又系啦，家乡式啲嘅系有冇啲？術嘅嘢咧，有啊，另外有啲都好嘅，不過，佢有啲鄉下咧，農村就會攞口釘釘你踩過個鞋印，即係啲泥地，佢踩過咪有個鞋印嘅，係啊係啊係啊，香港就難啲啦，咁跟住佢會打口釘喎，咁佢就話嗰個人咧，如果嗰個人係性格唔好咧，釘過之後咧，個性格又會好嘅喎，哦好，反而好嘢，係啦，嗱又有啲咁嘅嘢嘅喎，係，即係改變咗佢嘅性格，係啦，將佢唔好嘅嘢釘住咗。哦，即系改变咗，令佢性格上改好咗，人品改好咗咁样。系啦，咦，几得意喎呢啲。即系咩古灵精怪都有嘅。系嘛？嗯，系啊，即系类似一啲打小印咁样啦。啊，都可以。即系类似咁样讲啦，系嘛？嗰、嗯那个嗰、那个嘅程序啊，咁样啊、嗯。啊，所以即系我哋都见多啲啦吓，希望吓、啊，即系古灵精怪嘢。咁、嗯、我哋有机会啦。嗱，嚟紧农历七月啦。嗯。吓、啊，我哋希望咧。有一件新的儀器，但其實不是新，只不過在靈探上面沒有用到的、嗯、我今天在 Facebook 我也都買了新工具、嗯、就是那些 Action Cam， 其實有很多人用、嗯、即運動上面會用到一些 Action Cam， 就放在頭上面或者等等方便拍攝這樣。但是、法傳說接下來有一件事可以提供給我們， 你可以說一下航拍。航拍、嗯、航拍大家都知道是什麼、嗯、但靈探拿著航拍，其實很多人經常問我、啊、航拍怎樣靈探我都不知道，不過看 Edmon 你可以怎樣用，因為你有認識朋友 是可以提供到航拍公司，航拍公司添啊，是啦，這麼厲害、嗯、即是他簡直是代理或者是批發出來的，可以這樣說，可以這樣說、嗯、現在市面上有沒有最堅的什麼航拍呢？我想都好像一般最多用就是普通就是白色那部的啦，白色那部是啦，是啦，是啦，還有高階一點的那個可以整個大機背上去的嘛，那種哇是啊，那些很很厲害的，那些是啦，但是怕它跌下來而已，所以一定要去靈探店啦，是啦，那靈探店沒有人的嘛，要是啦，下面沒有人的。好，嗱，接下來7月農曆七月，嗯，法傳會幫你帶隊好不好？航拍靈探做一次航拍靈探，好
係啦，咁而我亦都會帶備我其他工具啦嚇，咁睇下可以揾一個乜嘢地方，咁然後咧就直情我估計，如果航拍嘅話咧，嗰啲應該係入唔到去先正，即係你人行得入去，咁你飛架入去，咁你再飛翻出嚟，哇！咁個鏡頭真係正啊嘛，係咪先？應該冇咩人試咯我都未見過嚇、啊。好啊，咁我哋希望可以喺嚟緊七月嚇、啊，能夠做到呢一件事，希望揾到個適合嘅地方嚇，咁啊帶啲新嘅視覺嘅效果俾大家啦嚇、啊。好啦，咁啊今晚時間又差唔多啦，咁亦都曬唔該曬發傳啦，咁啊幫你嘅聽眾咧做咗一個咁嘅叫做等佢感受一下啦嚇、啊，即係同親人之間嘅一個溝通嘅情況啦。咁希望佢哋可以釋懷啦嚇、啊，做完之後可以釋懷啦。好啦，聽晚繼續，我哋有位高齡人士上嚟傾偈。聽晚11:30，恐怖在線，再見，拜拜，拜拜。不同嘅空間，卻因為機緣嘅巧合而生關係。眾生在互望，但願不相干。